怎么又开始打呀？人家不可能全部等着你。230盆，230盆，不是360盆，哪有这么大呀？这个品种其实蛮优秀的啊、哦，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一个什么的一个杂交吧，我也叫不来名字。这品种好看，庄子的话也很老，庄子是老庄的这批。为什么他家的28盆质量这么好呀？叫啥？榴莲也是23盆，榴莲的话是23盆。这个叫啥？不知道叫啥。哦，真的，等我。等一下，得问一下叫啥。欢迎糖糖姐，下午好，糖糖姐。这个、品种的话，好像我只在他这里进到过，其他基地。其他基地没有这个品，没有见过这个品。这颗头数可以36个头，这颗也是6个头，我感觉6个头的少，把它挑出来，多少钱？姐，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老姐。应该不便宜。威胁小哥是不是要买盆去了？都在问多大盆。这种货没有的可以多挑一点回去。今天出来消费的，稍等一下是吧？哦，这个头也多，这个头也多，里面一窝的咋？啊，真的，这些货白天播的话，我真的是想给你们呲一点水，随便稍微喷一点水上去的话，很好看的。这个货颜值很高，298吧，我也不知道价格了，你看一下嘛。他应该是没清，他清的爆的时候有一些没爆散，他以为他爆了，我翻半天翻不到。好吧，等一下吧，这个品种请等一下吧。我们拿走，先给你拿下来，等一下小铁问一下价格，价格都不知道，他刚才没给我们报。对对对，我挑到的多竹姐呀，先给他放下来，等一下问到价格再过来。多竹老姐，先把这颗头多的给他整下来，挑挑看还有没有头，这个头还不是多，这个头还不是多。其实好，这个把这个也拿下来，等一下过。等一下嘛，等一下再过来嘛。先别走，等老板，等老板了，等小铁问一下价格。多直播间是不是要整几颗、啊、这个没有的货品？还有刚才不是有老铁要这个蓝色惊喜吗？这批蓝色惊喜还可以啊，手捧花的都有。全部都是手捧花，投诉很多。又大又周正的蓝色惊喜，这批蓝金手捧，很大很漂亮的这批货也是、哦、真的。这些花的话，如果是没赶上好时候，如果是在去年，你知道像这种的话，至少的话可以卖个风中的遗憾。老姐问多少钱？姐，这现在便宜了，现在128就可以买大捧花。哇，这么便宜。对，128，遗憾老姐可以整一颗，这个倒是便宜的哈。那颗很周正，大头很多，然后要小头，小铁给你挑，要的话给你挑这里一大片，挑一两颗好的吗？真的是闭着眼睛都可以摸出来的，给他。你看嘛，那颗就很周正嘛。哦，对，那颗很周正，而且状态。芒果奶有没有？他这里。芒果奶，哪个老姐找芒果奶？多如姐嘛。芒果奶，他这边好像没有，姐。还没有，老板连报价都没时间给我回，等我下播等他回来的时候，小铁蹲着吹牛的时候就好问了。小哥放心啊，对，那个是298的婴儿手指，婴儿手指，或者等改天再加播的时候给你们安排吧。但这婴儿手指不怎么大。看一下嘛，这颗哦，对，这颗状态很好，这颗状态很好，又周正，这颗相当周正。128呀，买这种周正捧花的，而且是28年。24、6、8、10、12个头，还有肯定有呀，他连名字都读不清的人，他那记性。老姐，今天有重楼。重楼的话有，今天这里倒是。欢迎萌宝小姐姐，下午好，萌宝姐。刚好，我就记得我记得我以前来卖过，问过他价格的，只是没有来播过。对，欢迎慧慧姐。慧慧姐粉丝灯牌掉了，多竹姐，截屏，再选选，多竹姐要在这颗就待定啊，这颗头很多，5个大头中间一窝仔。不是姐，这个周正。周正头又多，这颗是我选半年了，没几颗，你再挑两颗出来。啊、还有这颗也可以，这颗。这三颗你选一颗。这三颗你选，这颗的话是这个样子。这颗的话感觉要有潜力一点。对，这颗下面全部都是仔，都是仔。或者拿这颗也 OK， 这颗。这颗下面全部都是仔。你说养到后期的话，可能这个优势要大一点。
这个可以。来，多竹姐截屏，三二一，一二三截屏，三二一，一二三截屏。好嘞，端下。这个头多，这头也是多。感谢我微微姐送的粉丝灯牌，感谢微微老姐。这多少？298YYQ 姐，298。一个新品种，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吧。可以考虑一下，整一颗这个，这颗也好，这颗的话六个头。六个头，庄子的话也是老庄的这一批，这个货品的话在外面很少，直接找都很难找得到。感谢我微微姐的点赞，这颗六头，这颗的话就刚才我挑的比较有潜力的一颗，中间的话一窝仔四个大头。你看嘛，老姐，这个就是海棠花了。哦，对，那个 baby 姐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海棠花，海棠花最的话出状态比这个好看。它这个养到后期是有弹性的，有钻石切割纹路的。对呢，对的。来走，感觉有点像凤，应该异样。反正应该是什么的一个什么的一个杂交吧。还有几个品种也是很优秀。我还以为它是不出的，它才没报价给你。来吧，走吧，走吧。那小姐每次都带我，小姐手里拿的是啥？小姐手里拿的那颗就是海棠花，多竹老姐，就刚才拿的那颗有点紫色的那个就是海棠花，出糖心啊。这边这个是啥？等我转过来，多少？那个海棠花问一下多少钱？好的，老姐，稍等。稍等一下，多竹姐，等小姐问一下，这个、那个没问。是带个坠化的，是啥呀？反正是个手捧花带坠化的，我也不知道是个杂交品，还一头双星呢。这一颗，这个的话价格也不贵。其实这种潜力股它放在这一缕阳光老姐蓝色妖姬多头的话家里面就有，等我回去、这个、多少钱？398。这个花不贵啊，带坠化的哦。这里的话是带了一个坠化头，捧花带坠的，周正型捧花带坠，型还蛮好的，型很好，真的很好，这个型型很不错的一个型，你们可以考虑一下。主头是双星的哦，主头的话是一头双星，然后一圈的仔带了个坠化头。我记得还有这颗，这个品可以，这个品更好。这个是个啥？我也叫不来。好像有点石化带坠哦。石化的话倒没有，但是的话坠化的话倒是绝对是有。这个品种的话，我们只经过那种出到群状态的养，反正养出来的话它是那种粉色的，而且的话它有点像那个雪碧。雪碧大家应该了解过那个肉。雪碧的颜值应该了解过，雪碧颜值很高的。但是它这个肉的话出状态是带雪斑的，而且有点血丝，你看一下吗？对，这个叶片，看这里有点血丝的，带雪斑的这个品。这个的话带坠化的也是。390吧，398这一颗，这个可以考虑收啊，罗姐，这个型很好。那颗的话是那颗原始海棠花坠的话是一点状态都没有呢，还在。欢迎 H 姐姐，欢迎于姐。啊，这个我都想把它带走。来，还有这个香橙，还有这个香橙也好看，大群生的香橙很少见，你问价格吗？香橙？哎呀，那个不卖吧。因为香橙我们家有出了状态的那种，真的好看的哈，大群生的一个香橙。香橙很贵的呀，你看我们家那两三个头的都卖多少钱。这个是360盆大群的香橙，价格的话也是一样的398，养出状态来就不得了了，很好看的，真的很漂亮，中间的话全部是仔。冰冰姐那个全部被她收了，欢迎哈哈女装老姐，下午好哈哈女装姐。哪有这三颗，三颗头都比较多呢，还是可以呢。欢迎12画小姐姐，下午好。小姐是什么没拿？你看小姐看到好货，她又给她带回去了，她就要带回去了哦。这颗花养出来的话绝对好看，你看嘛，它这边还有一颗是这种钻型的。宝丽安娜的话好像暂时没有哦，浅浅小姐。你看嘛，像我看一下这颗，这个很难搭的。哪一颗？哎，对，只不过也差不多。差不多，型好就这颗好，这个带坠的好。宝丽安娜的话，这里有一颗。啊，那你随便卖吧，这颗。宝丽安娜的话有一颗，只有一颗，浅浅小姐。你家的货吗？随便卖。你刚才不都随便卖？
欢迎开心就好姐，宝丽安娜就是这一颗。但等小铁问一下冠夫，280的盆，280盆满杯的这一颗，冠夫的话应该有个30公分左右，空的很好。这一颗宝丽安娜，要等小铁问一下价格。不是老姐，他那个海棠花他不出，他留着干啥？他也自己演两个模特嘛。看看庄子，庄子肯定老庄的，这种都是群状态的，这种状态的还用怀疑啥庄子？这颗已经是全状态的了。这么好的一个型，我看一下价格，如果是价格合适的话，这个就可以收了。这个是28年的冠幅的话，30几公分肯定是有的。他欢迎陈胖老姐，下午好。而且每个小花朵的话，全部是空的，像那个有点空的，有点像个月亮石。对，跟月亮石的那种头已经很皮实程度差不多了，空的很好了。这颗宝丽安娜倒是。欢迎 M 小姐姐，下午好 ，M 姐。欢迎可可云姐，下午好，下午好，老姐们，下午好。这个多少米啊？等小铁问一下价格。离我浅浅小姐问了，还没报价呢，梅姐。但是型很好，状态也不错，状态也很好。这个是宝丽安娜。对。可可云姐，这种就是宝丽安娜了，很漂亮的。感谢飞翔的翅膀姐的关注。来吧，先看其他的吧。先看其他的吧，等一下吧，那没报价。还有这个品种是啥呀？你就过一点你认识的嘛先，其他这些杂七杂八的我们可以带回去。那这个的型也蛮好看的。好看，等你带回去。不是这些，不是有一些，就是你们买不惯，有一些品种的话，可能你们听都没听说过。这种就是新品种，一般新品种价格都不会特别便宜。对，如果是能小几百的买得到的话，大家还没有炒作的时候，可以收就可以收。那这个冠幅的话，我跟你说，少说一点35公分嘛。那还有里面有一颗360盆的，也是新品，这种货真的划算，带回去上个盆，养出状态来。啊、你看这颗没有的货，那这些都是没有的货，还有那颗还不是没有的货。哇，这个还是带锥花的。是吧，这种都是没有的货。他带多多嘴，等我问一下价格。养出状态来嘛，真的好看得很了，这种货。哦，宝丽安娜出来了，价格不贵。哦，这个花好看，这个花我喜欢。欢迎方姐，下午好，方姐。这个花我喜欢。来128。不贵啊，这颗这么大的一颗。这么大的一颗，这种状态肯定不贵啊。128，梨涡浅浅笑姐。要的话可以直接放心收了，这颗宝丽安娜是真的。这来给浅浅小姐贴牌。这花的话都是没有插个盆，他没上盆，他上个盆嘛，这个价格肯定是那个啥的。来3211，来浅浅小姐3211呀，三截屏，3211呀，三截屏，1528，好嘞，上好价了，浅浅小姐。猪哥赶紧点赞，怎么再榜啊，去买盆吧。应该是无砍的，不然回来就没盆了。没砍过。后面飘枝是啥？飘枝那个不知道是啥。这个杆子好粗。是不是就看中这个庄子了？就只有一颗呀，天使之翼小姐姐。那宝丽安娜就只有一颗。没有，要有多余的门就给你们出了。你稍等一下，等我找一下。如果是逛到有，欢迎素颜姐，欢迎陈先生老哥，欢迎晶晶小姐姐，下午好，晶晶姐。那就挺好的嘛。多少钱？这个238呀，不贵呀，这么大的一颗。香水大，对啊，香水大群那边有啊。有没有喜欢这种小红蛋的哦？潜力股的小红蛋。含货带暗纹，暗纹很深的。其实它这个再养一段时间，秋天嘛肯定全状态了，大群就出来了。对啊，那这颗也好看，你选一，给多竹小姐选一，选一颗吗姐？这颗端出来，还有那颗也大，我跟你说，刚刚那个多少？风的基金老姐是不是说的那一颗，带一个大粗腿的那颗？那颗没问价格呀？姐就拿这一颗吧，这颗头多，给你两颗选一颗吧。哎呦。这颗，对，我就看中这一颗或者那一颗，里面那一颗或者这一颗，这两颗头多。哇，这个杆子好老。飘枝，等小姐问一下价格，基金老姐你要的话，前面红色是啥？
红色应该是冷香。多竹老姐，这颗一号，你先看一号，不知道是什么呀？等小铁问一下吧。那一片的价格你都问一下吧。这颗是一号，然后这颗是二号，你再看一下二号嘛，你就打一。这颗是二号，这颗的话头也多，就这两颗头多。对，不是冷香。一号好，这颗好。就好是这一颗好，但是那颗头也多，给老姐贴一号。一，好嘞。来，多竹姐截屏。三二一，一二三截屏，三二一，一二三截屏。哦，小铁写的字真丑，我都不想让你们截屏的时候截到他的字。这个是小红蛋。小红蛋，晶晶姐，小红蛋，我就记得那个蔬菜王子老哥之前他们买的那颗，其实比这个大不了多少，3000多呀。对呀、啊，那个我就跟你说，我说家里面如果有小红蛋的话，你抱出来给他们看一下，那颗模特。欢迎喵了个米姐姐，下午好。来。给他们过两颗冷香，这个冷香价格便宜。过嘛，挑两颗头多的那颗，对，就是它，全部是原叶的，原叶冷香，颜色很好看，这一批，这就是冷香了，58，我靠，真的便宜吗？这个价格58，飘的飘的，等老板回家，寂静老姐，58块这一颗原叶冷香可以收，整装没有砍过头的，主头的话在这里，刚刚那个是宝丽安呐，但是要等找啊，只有那一颗。目前暂时只有这一颗，欢迎可幸运小姐姐，下午好。哇，正版的云叶冷香，58块钱啊！这批会没有老铁喜欢，这个价格也相当给力嘛。还有这一颗，我都想把它打包。还有这一颗真的好看，这批冷香。颜色养的好透，杆子又老。欢迎五老哥，下午好，五老哥。真的呀，我们是不是家里面冷香卖的太多了？这批们冠幅也大呀，冠幅差不多有个25公分以上的叶长直径冠幅，可以。但是这批货真的可以收一颗，庄子太老了。老铁们，庄子是木质化老庄。回家随便换个盘。猫了个咪姐，挑啥型好的？挑这个吗？这个就是我们挑出来的呀，这些都是挑出来的。58呀，大哥们，这种品质的云叶冷香不是那种普通的金叶。对呀、啊，像我们家里面有一批的话，那种是金叶的，它基因跟这种区别还是蛮大的。刚刚那个没有了，宝丽安娜就那一颗，宝丽安娜就那一颗没有了。欢迎追光姐姐。另外说那个长杆子的那个是比较冰红茶，多少钱？298。那个寂静老姐，那个冰红茶298，就是带飘的那个，你给寂静姐看一下，她一直问，就是这一颗298，这个是冰红茶，杆子很老，很粗。哦，其实如果是冰红茶的话，这个价格其实不贵啊。对呀、啊，三个大巡洋，手捧的第一颗就是手捧的呀，猫了个咪小姐姐。冰红茶出状态是血红色的。对，对头。好吧，那就过了。那就过了，寂静老姐。飘的就这一颗，因为它杆子已经长出来了。来，手捧的话就这一颗，要的话扣58。猫了个咪姐，你要的话你直接扣价格58。手捧花的这颗。来这颗。欢迎飞翔姐，欢迎魏谢小哥，要58来贴牌。来，猫了个咪姐，321123截屏，321123截屏，1529。天啊，第一次遇到云叶冷香，这个价格，价格也便宜嘛。好嘞，上好价了，上好价了。这大香水多少钱？大香水的话，没问价呀。你问一下，有没有老铁要大香水的？这香水好大。反正跟我们家里面卖1000，卖1980那个差不多，差是差一丢，差一点，但是差不了。那颗好看，那颗好好看。你什么饮水？这一颗周正的大捧花。刚那颗红冬云，那个是冰红茶，就带了一个飘枝大装装的那颗嘛。这颗才可以。是不是？威胁小哥，
真的可以，这种随便上个盆嘛，屌炸天了，真的。那种大盆，随便上一个。等小铁问一下，等小铁问一下 ，baby 姐，这个多少？等问一下。欢迎七七姐，下午好，七七姐。危险小哥不说屌炸天得咋说？真的很屌吗？看看。看看老王挑的那一颗，等一下我过去给你看，我挑的那颗要好看一点的，叶子要圆一点。冷香吗？这颗也可以吗？58块，真的，这批原叶冷香很推荐你们入手，太美了，价格又便宜，颜状态们 YYDS 的很吗？这一批，真的随便上个盆，随便配个盆都好看，挑两颗红一点的下来。没有砍过头的，自然群的册子都是木质化老装的。你看它主杆子上还在爆仔，全部都在爆仔，无砍头自然群生的呀，不是什么便宜货、水货还推给你们。哇，这颗也好，这颗状态要好一点，这颗也好，这颗大。投诉们是真的多，要后面那个这颗吗？这颗要的话扣个五吧，七七姐，58块，冉姐，这个便宜。咱姐也可以多收两颗，这批的话是云叶的，不是因为冷香的话它有两种基因，有一种是金叶的，其实我们家里简叶的那个来七夕姐姐给他冷香，这个是冷香，这个它控的很皮实了。欢迎七七姐，下午好，七七姐。而且土的话这些都是好土，11530，好漂亮啊，这批冷香真的。给你挑两盆，好的好的，给冉姐整两盆。这个是啥？冷香、这个、这个是冷香原叶的，真的没有砍过头，自然群生。冉姐收这颗，你看这个组装。下面的话又是仔。58块，真的便宜的很。还给你们一物一拍。手捧花的这颗。欢迎小站姐姐，下午好。布局姐，冷香这个可以收，这的话真的可以收。欢迎冰心小姐姐，下午好，冰心姐。太漂亮了，这颗，再给冉姐挑两颗下来选一下，我倒比较喜欢。冉姐，这个可以，这颗就不用。不要手捧的呀 ，baby 姐。baby 姐，整一颗不手捧的下来，那种头多不手捧的。呀，装都是老装呀，冉姐，我跟你说。哎呀，姐，装的话都是老装。木质化的。这批花的话我都不要那个的话就拿这一颗，这批货的我都想给它打包了。小铁看到好货他就控制不住要打包、哎、这个就不是手捧的了，这个是吧？冉姐来给冉姐贴个牌，这个价格你去哪里找得到吗？31号，你看一个叶片养的多干净。好的，冉姐我先给你上这一颗，来冉姐321呀，三截屏，321呀，三截屏，1531。哇，这颗也可以。对，不要，这他们其实有时候可以不用看状态，对不对？这个是冷香，云叶冷香。那这颗也是小铁才挑出来的，58块钱，这颗行不行？看看庄子，庄子都老得很呀，冉姐，可能我掰庄子的时候会那个啥。收到货有一个水庄子，你直接联系我。对，你看我把叶片给掰断了，掰扯了。行，来给冉姐贴牌。我在这边我看得很清楚，我会帮你检查的。对，都会在这里就帮你们检查好杆子那些。你在我们家买，我要对你负责。1532，我看到大魔蝎七七姐来了。哦，这颗也好，这颗也好嘛，这颗颜色也比较好看的，这一颗有点粉粉的那种感觉。来，这颗也是58。哎呀，58米，这颗也好看，这颗也好看呢。庄子的话都是这种老庄，看到没有？庄子的话肉眼可以看得到的。来，七夕姐，这个真的可以要两三颗。冉姐要换一颗粉色的。粉色的吗？很鲜呀，真的鲜，这批花。来，七七姐，321呀，三截屏。冉姐，我给你换一颗这个。换这一颗行不行，冉姐？小铁才挑出来的也是。对，我给你换一颗这个。他就直接给你换一颗，就黄一点，一颗粉一点。
他们不喜欢那种周转。等我看一下冉姐说话了没。好的好的，那我直接帮你贴牌了。对，小铁就直接过去帮你贴一颗牌。这种货们真的可以种成一排排，好看得很，又漂亮。那要粉的吗？这一颗也是，这一颗也比较粉嫩的。杆子都是这种老桩，看到没有？我就撸了一点枯叶，打了两个枯叶，颜值都很高，颜色状态也很好，58。你拿过来左边第三颗看看，左边第三，这个可以。小铁手上那一颗嘛，我的数学不好，我都分不清。自然群的，你要手捧花的，我都能给你挑出来。对，这批的话可以，58。欢迎梓潼小姐姐来，七七姐，给大魔蝎七七姐，我就看到大魔蝎七七姐来了。姐，这批的话，等到你今天发回家的时候，群状态那个时候才更屌。他现在底子已经很好了，土质也全部是好土，也不需要换土。对，来七七姐，321亚三截屏。不过七七老姐在我们家寄养的，她的都换了土了，拿回去不好的土都给她换。好，来上好架了。左边第三颗，我的左是哪一边？这边一二三。这颗吗？这个手捧的吗？还是这颗？这颗可以。这颗不好。这颗可以啊，这个还可以。周正手捧的有啊，威胁小哥。来。但就是手捧的冠幅没有这种飘的冠幅大一点。来颗粉红的，这颗行不行？威胁小哥。或者你去那里。我让小铁挑过来嘛，我站在这个上面不好，来给威胁小哥贴牌那颗。我找个地方坐一下。感谢哥的。如果没发，一起发。冉姐让凑一箱吧。今天的我看到他们，应该是打包了。对，打包了，可以那个啥，他们打了。本来的话，我早上我还让客服我说，威胁小哥，你把那个把你的那个，把你的地址发给客服。客服消息上有，网上翻就有，他以前发过。只要联系客服，备注物流就可以了。你脚下那里挑一颗对比一下呀，威胁小哥，我跟你说就拿这一颗。那这一颗也是手捧花，你两颗对比一下。哎呀，那这都不用，这不用怀疑，这颗叶子要圆一点，你看，因为手捧花的它冠幅没有这么大，就相对来说。这颗哥，你相信我。我脚边那一颗。要不要拿这一颗？这颗也行。啊，要么就拿这一颗。但是这颗没那么周正一点。就是没这么紧凑。但是他这个的话二层窄都出来了，对，不要，他就要这个，他喜欢紧一点的。刚刚拿的上二，刚刚拿的那颗上二，上二，啥叫上二？刚刚拿的那颗上二，这一颗是不是这一颗？其实这个好，这个这颗太少了，姐。这个头少啊 ，baby 姐，这个头少。啊，拿这颗。如果是欢迎胖咪咪姐，感谢胖咪咪姐的关注。如果要偏粉色一点的话，对，七七姐要偏粉，就这颗。等一下我给你抬起来，那就是。这个是冷香，原叶冷香。原叶冷香。这颗颜色就要粉一点，杆子很老，下面一窝仔，58。好吃不贵啊。价格还实惠的很，这个花真的价格相当实惠啊。这颗行不行？有没有老铁看得上这一颗？你要小铁放下的那个，小铁放下的是哪一个？这颗。这颗来，寂静老姐要这一颗，这颗好呀，我觉得好吃，好不好吃？回去你那个，来，寂静姐三，七七姐那颗给 baby 姐吧，她选了半天了，那颗她就在地上看到，一直叫找，还能挑，我给你挑，多的，36是吧？好嘞，上好架了，七七姐，你刚才有一颗那个，你整颗粉色的嘛？上面那颗，这颗嘛，对不对？就是这颗嘛，这个是不是这一颗？都爆棚了。哦，他们那个眼神都在这个肉上飘飘飘，都不在小铁身上飘。看我干啥？看肉才是关键。姐，你仔细看它这个叶片，一点瑕疵都没有。很干净，真的很干净。这批是营业的。几号？37号。我七七姐比较喜欢冷香呀，她家里面。冷香本身，说句真心话，冷香本身出状态就很好。她瘦了好多了，上次。你讲了半天了，来再挑吧，再挑，这种还能挑出来，还能挑出来呢。对啊，你看
你们自己看这种仔，这种桩子。这个的话，到临边再演个一年的话，都是大。这种桩子，真的，这个桩子很老。手工制作的。来给七七姐这颗。38号。来，七七老姐。来，七七姐，321压三截屏，321压三截屏。好嘞，今天终于破纪录了，卖了38颗花。冷香啊，丽丽老姐，这个是冷香。怎么说的那么夸张？老天不要卖，昨天还卖了40几颗。这颗也好，这颗可以，这颗也好，这颗也好看。我这一只手抬不起来。这颗，这颗也好看，手相当于一个手捧花，很周正的一颗了。大吗？很大。杆子长吗？这颗你们也可以收，冷香58。来，3415姐这颗。感谢老姐的支持啊。再要颗粉嫩的是吧，七七姐？好嘞，来三，来3415姐，321压三截屏，321压三截屏。几号来着，老铁？39号。挑一颗粉嫩一点的，嫩嫩的那种感觉。好嘞，上好价了。挑一个花小朵的，花小一点的，朵小一点的，是不是？粉嫩的话，这颗吧。这两个你选一颗吧，端过来吧。我这我个人倒是挺喜欢这个，我这够得很，或者我过来吧，你在这边站着挑，你站上去挑。